新港鄉溪底社區日前得到社區照顧關懷基點金點之星團體獎，吸引真社區前來觀摩。為了訓練更多社區成員會當來接待這些團體，讓大家了解溪底故事，溪底社區發展協會因此就來開辦導覽員培訓課程。新港溪底社區年初得到衛福部金點之星團體獎，會當知影社區營造得到外界肯定，也因此吸引其他社區前來觀摩。但是社区人力有限，为了社区成员每一个拢会当化身做导览员，溪底社区决定开设导览员培训课程。拿到这个太子椅，哦，这边是开吗？啊，这边悬悬的是不安的，爱坐当中。如果较古早的时阵，人咧讲的就是讲太子椅。所以社区总干事表示，溪底村是一个有故事的所在。虽然跩故事有真侪拢是乡野的传说，但是跩故事加减拢有根据，因为跩传说拢分别有庙宇作为代表。伫咧人客来参观的时阵，导览员必须详细了解跩庙宇的背景，嘛因此开设培训课程，嘛借由长辈本身对家乡的了解，做伙将溪底社区介绍互外界熟悉。啊，溪底社区啊，今年啊六月份来开这个。彰化县的深港乡溪底社区大满贯，在地知识不予恁知。啊，这个课程是咧讲解咱溪底社区啊有啥物特产，甲一挂文物。哦、啊，这个课程包括咱的宗教、在地农产品，包括在地五分啊车铁机咯，啊，甲这个新落去的71年的米家。哦、啊，啊，咱新庆宫啊，太平宫。都融入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，啊，这一次都有聘请老师一一为各位乡亲与我们在地的人哈、哦、来做这个课程，啊，尽量有这个机会来培养啊在地的那个导览课程，能够让年轻人能够往上提升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溪底社区有多么有一些古迹或是在地的知识这样子。我在学员的时候，跟咱在中辈。大家吼、哦，回味以前，哦，张乐仙哥的时阵，迄阵民国45年，哦，到46年期间，轰动咱全省，哦，迄游览车甲咱这乌台伫咧做咧交甘蔗的这乌台的时阵哦，足侪啊人的时阵哦，安尼几啊万人安尼按溪底伫咧行行去甲张乐哥。啊，张乐哥的神迹的时阵哦，是足侪项呢。啊，这个土地的时阵哦，是那个原野，所以嘛不是私人的，啊，就是遐块做一个足大的休闲中心，哦，一挂咱全乡工业区哦，一挂外劳人闲的时间，通去遐块唱歌啦、烤肉啦。校外唔但伫咧教室内底上课，嘛前往传来个庙宇，有老师讲解庙宇来源甲特色，希望借由这个方式，互受训的导览员会当深刻了解家乡故事，进一步用趣味的方式，互外界会当看到溪底社区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新港采访报道。